因为长拳、擦拳、划拳等等的是没有身法，它就像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就是个四字运动。这就是他们原来的一些武术的时候。因为屯北武术主要是有劈挂、八极、翻子和搓脚几个主要的流派综合而成。二一个是劈挂劲，劈挂劲，一劈一挂，一劈一挂，一劈一挂。这是上排的筋道，中排的筋道有 K 和劲，看，啪，大汉，啪，这是 K 和的筋道 ，K 和不是两个胳膊的 K 和，主要是躯干的 K 和，还有红土劲上下的。它要求身体的脊椎，从颈椎到尾椎到腰椎形成一个弓形，形成一个弓，然后把力量在一掌一尺当中发射出去。这个劲道是中国武术当中独有的一个劲道，所以它称为屯北劲。以后马凤土先生在东北去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，看到了啊，东北的番子啪这么好发，非常非常的快，他就产生了，哎，我的劈挂长，八极刚，那么再加上劈挂的快，还有搓脚的刁钻，发走，嗯。